猫眼螺啊，看一下咱们家这个猫眼螺的肥度啊，看到没？超级肥啊！猫眼螺给你们包肥，因为现在这个肥度真是太肥了。看这是黄，这个黄的话直接吃着啊，特别香糯可口。然后这个猫眼螺其他地方都不用去，里面没有苦胆。有的人说你是不是连苦胆都吃了？海螺有苦胆，这个猫眼螺没有苦胆啊，它跟海螺不一样。我就喜欢吃它这个头部肉，特别有嚼劲，超级好吃。如果说猫眼螺收到货个头比较大的啊，你如果牙口不好的话，咱建议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焖吧，好吧。